今天阳台挺暖和的，你瞅欢迎君那个睡姿，我没来之前他一直这样睡的。我说你怎么这么睡觉啊？嗯，这么睡觉得劲儿啊？还学会仰睡了？我看你咋发福了咋的？嗯，为了露你这个肚子啊？嗯，嗯。睡吧，睡吧，难得这么好的阳光。哎呀，胖虎来了！胖虎，你看你英俊老弟睡得多么的英俊，嗯。哟，啊，里头还有果果呢，睡在胡英俊上铺的不应该是兄弟吗？没成想睡个妹子。胡英俊顺便起到了保安的作用，护花使者。哎呀，今天这个阳台真暖和，这腿都热乎乎的。哇，咋了？跟胡英俊比帅呢？嗯，比萌呢？那看看你俩，看看你俩。看看你俩这种。多么不要脸的样子啊！为啥要脸呢？对吧？要萌。哎呦我去，这个阳台太亮了，主要是光线太亮了，镜头看不清，大约么拍的你们。胖虎，嘿嘿嘿，胖虎那个标志性的土豆黄眼睛，土豆也没有这么黄哈，到姑娘儿那种姑娘儿水果儿有这么黄，嗯，其实凭胖虎帅气的模样，应该好好形容他的眼睛。那就是丑橘黄。来，胖虎，看看丑橘黄的眼睛。哎呀，今天胖虎心情大好，卖萌已经超过了10分钟。啊，不卖了，收摊了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嗯嗯，哎呀，哎，哟，离这么近。嗯，哎呀，喊了吧，卖完了，啊，再卖就都是山寨货了啊，卖完了，卖完了，不卖了啊，宝宝，宝宝，宝宝，看你英俊大哥和胖虎大爷，刚才可萌了，好像是差辈儿了，刚才还说胡英俊和胖虎是兄弟呢。这一会儿就变成叔侄了，哎呀，胖虎啊，嘿嘿，起起起起，撅个屁股，哎呀，我去，这阳光好就能看到那个屋里这个他们的毛啊直飞，胡英俊，英俊，英俊，哎呦我去呀！没吃饭呢，声音那么憔悴，有形容声音叫憔悴的吗？但你叫的的确不脆呀。英俊，我走了啊，我鸟悄的来，我鸟悄的走，不带走一片茅草。对，我上外面看看茅草，又给他们种了3盆茅草。摘了快一周了吧，才长这么高。现在是天气冷，长势比较慢。平时气温、温度都适合，3、4天就能长这么高，就他们就能吃了。那现在这长1个礼拜才长这么高，
看来东北是真的冷了。